断桥，断桥，没有断。那真是他的名字。这里好漂亮。老师，什么事让你不高兴？我也观天上有两条蛇在认真作乱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走，我们去抓那两条蛇。好。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来吃饭了，随便坐，别客气。啊！你们是妖怪，你的气色会吓了你的。断刃，相信我。哦，我不相信法兰，我爱他，也相信他，你等着瞧。你要快，还不快快投降？不要走。我要住我家西北边的雷峰塔见我的妈妈。师父，白娘子和徐仙的儿子来了。法海，快把我妈妈放出来！只有铁树开花的那一天，雷峰塔才会掉下来。这就是铁树开花？不，这不可能！
娘子。